我们家优米啊，优米，我现在在给你挣钱啊，来，同志们，全部上车了。生孩子流量只能自己接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讨厌的人接住我生孩子流量，别让我死还难受。抢流量抢疯了，网红产房生娃直播带货，网评没底线。那网上树敌也不少，对吧？人家都。等着，中国整形网红韩安冉24岁就结婚4次，新老公宋浩然才20岁。韩安冉靠着夸张行径走红，还承认婚内出轨，这次生第二胎全程记录破网。Hello， 姐妹们，我现在已经挂上催产了。恭喜你哦！一生完老公就带娃在病房直播。好的。那我是谁呀，爸爸？优米，我现在在给你挣钱啊！来，同志们，来，安全裤上车了没有？来，全部上车，来，好了，来，放走吧。来，宝宝，我们，哎呦，宝贝，还是要我抱。网友傻眼，真的没底线，流量时代，下次帮赛直播带货，是人是鬼都在带货，原来是韩安冉生产前要求的。我不开播，你们就得去看他们，对吧？等一下，我讨厌的人接住我生孩子流量，真的。别让我死还难受，不行，我绝对是自己播的，只要是能播，绝对是自己播。自己生孩子流量只能自己接，坚决不给任何我讨厌的人接生我孩子流量的机会。我已经跟我老公讲了，我老公说我生完孩子他要寸步不离的守着我，我说你千万别，我生完孩子请你立刻马上给我回家直播，我生了孩子你寸步不离的守着我，我真的会气死的。然后到时候我讨厌的人就接我们生孩子流量开播卖货了，我说我真的我会死不瞑目的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姐妹们。哦，状态也还好的，孩子我是完全自己不管的，就是生完我就撒手了的，我也不哺乳嘛，我天天里头哺了2-3个小时。